感到无限的光荣和自豪，我们积极地做好后勤工作吧，叫他全身心地都把这个精力放在这个国防建设当中，为国家再立新功。区体育局的书记将用心用情用力为军人军属做好服务保障，让现役军人及家属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，吸引更多优质青年投身军营，报效祖国。